猫晒太阳晒多久好？猫晒太阳晒多久好？猫咪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动物，喜暖怕冷，它很喜欢晒太阳。但是一般你说晒多久呢？这个时其实没有一个定量。正常按照我们生物的标准来说，其实每天太阳直射15到30分钟就已经完全足够每天的一个光线的一个摄入量了。那很多猫它可能会比较喜欢暖和，它喜欢被太阳照射的一个感觉，所以说猫会长时间的待在太阳光或者太阳光周边的一个暗影区去做一个日光浴，没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如果说你每天的放风时间比较短的话，或者说有一个特定的时间想让它去晒太阳的话，那我给你的建议可能就是每天的15到30分钟时间的太阳照射就完全足够了。但是在晒太阳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避免高温闷热的天气去暴晒，因为这样的话很容易出现一个中暑的一个情况。只要把这个注意好，正常猫晒太阳是很方便而且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小贴士，猫晒太阳建议可能就是每天的15到30分钟时间。很多猫它可能会比较喜欢暖和，它喜欢被太阳照射的一个感觉，但是在晒太阳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避免高温闷热的天气去暴晒，否则很容易中暑。